我这么一个30岁的女人，死了丈夫，还卷入了一场巨额债务官司，一次商业暗战。你的官司如果有玉成打赢的话，那个人一定是我。造成连锁反应，我感觉我被人盯上了。不期而至的爱恨纠葛，我只想看到你活得轻松一点，想看到你不那么痛苦。因而展开，不期而至，每晚7点 ，Astro 全家，你也可以 On Demand 点播。